今天我们讲这个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大家这个
没有。喂，哎，这怎么看不到大家呀？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这个讨论这个目前发生的这个重大变化，
先呢看看一个视频啊，这个视频呢就是介绍一下目前发生的情况。我发现这个大鱼身份啊说是非常好，所以呢我就先把这一段放给大家看看。喂，对呀、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现在是看不见了，你看不见，我看到你啊，你看到我也看到你啊，但是不，你看到我了吗？看到啊，哎，我自己都看不到自己啊，你这我也看不到我自己呀、啊，我看不到我自己的，啊，有看到了。我因为这个视频呢介绍的比较清楚这个情况、嗯、怎么样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有几个人在现在有好几个人了那、啊、怎么没有看到人呢、啊、他们都没显示出来没有看到人吗听不到声音你播到这个听不到声音 你播这个视频听不到声音我不知道别人能听到吗我能听到，我能听到。哦，那不知道我咋回事，我看一下。但是好像只有……先听听这个视频介绍，介绍的很清楚。哦，有了，有又有一个进来了。哎。Mark, 我现在只看到你一个人。是吗？我看的好像看两个人呢。你看到我了吗？有，能看到。我看到 Mark 吧。对 ，Mark 这儿。你看到 Mark 了 ？Mark 没看到照片。是吗？
我是看到 Mark， 但是其他人我就看不见了。还有看了一个是这个是什么？新池，但是没有人线。对，新池他没有打开视频。哦，今天准备给我们介绍什么东西呢？因为最近大家全世界都在谈这个叫散户跟机构打架的事情。哦，现在又有一个了。啊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嗯，新词新词，你好吗？哎，你好。你好。有了，看得见吗？又有一个啊。嗯，看得见吗？看见。现在有两个 mark 了。有吗？我好像只有看到我们四个人哎。听不见那个视频啊，听不见视频。啊、先介绍一下这个视频，这个视频呢，把最近的情况呢介绍的比较清楚。听不见，我们就引用这个视频，看到图像，然后我们再来讨论这个事情。我也听不见。哈哈，对，现在全世界从主流媒体到自媒体都在讲这个问题。这很正常哎，跟中国那个旧社会一样的，压迫久了，时间长了，就开始慢掉。我说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呢。老百姓劳苦人民被压迫久了以后，他就想办法反抗。特别现在网络又这么方便。对对，现在这个网络方便，他们现在这个网友之间这个抱团啊，集体行动、比较厉害啊。对，这个很正常的事情。对，这个是正常，因为怎么呢？原来就是在2008年的时候，他们搞了一次叫占领华尔街运动。占领华尔街运动呢，那只是抗议很多活动，但这次呢，这些散户们呢，都组织起来用钱说话，对吧？嗯，所以的话呢，就是说这次的力量是比以前的时候要影响大得多，你知道吗？因为现在这些散户现在都武装起来了，都有钱了，是不是？对，他可以跟华尔街对抗了。你看原先的时候，你没钱说话也没人听，对吧？还有一个华尔街的事情是无所不有哎。对呀、啊，嗯，华尔街都是割韭菜，所以投资人都是赔钱的嘛，对吧？你说像我前次我跟你讲过那个石油的问题，对，哪有零价以下在卖呢？他讲的是说那个，在信息上面发布的是说什么库存啊，存不了啊，对，办法对冲，其实不是这个问题的，对对对，肯定不是这个问题的，其实就是机构要割韭菜，对对对，因为呢。任何人都不会相信说成本价以下在卖，对，石油哪有成本价以下在卖呢？那不可能的事情。但是你在期货上面你没办法，他这期货上面他是按什么？那是主力说了算，对，全多头说了算，那是。所以说，当时可以这样讲。全世界做期货的人都认为跌到十几块钱应该是差不多了，对对对，再下去就成本价了吧，对对对，哪有知道那时候我预计啊，跌到十几块钱的时候，那时候可以这样讲，全世界做期货的人都在买进买跌买涨，对对对，可以，因为怎么，因为投资者包括很多就是说像我这种没有经验的，就在市场上没有这种经验的人认为这个石油不是一般人能砍得动的，
对，石油的价格因为是国际，是在国际上面交易，没有一个说一个人就能扛得懂，所以我就感觉说这种事情呢，预计在十几块钱到底了，不可能再往下跌了。嗯，所以我预计那时候跌到十几块钱，全世界我预计可能是非常多的买涨。对，那是。但是机构要给你割韭菜，他就偏偏不让你涨。上次中国这个中信公司就是他们那个有搞个石油宝嘛，大概有几百万个亿啊。对呀、啊，包括、就是、在那次包括中行嘛，中行也有啊。对呀、啊，中行也有。对，这个事情就说，所以通过这个问题我就跟你讲说，个股市里面包括证券所里面什么事情都会有，什么事情都能发生的。对对对对。嗯、你们看到前这个甚至是昨天是前天嘛，对吧？嗯，前天因为这个这些股票涨得太厉害的时候，嗯，证监会各个都是修改他们的这个规定，对吧？嗯，第一他不让你买卖，第二呢就是说你买的话，你买这个这些 game stock 的话，你必须要100%的现金。嗯，如果你要做空的话呢，你必须是300%的这个现金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他就是说，并且呢，你有时呢，他就是特别是那个期权，他就不让你买卖了，因为怎么呢？这样的话，这个散户会把这个机构打爆打空的，对吧？这个是很严重的，因为现在这个呢，我后来这个最近一段时间根据这个事情呢，发现研究啊。因为你看那个特斯拉股票对吧，从最低的地方、嗯、今年三月份最低的地方就是涨到现在为止已经涨了2000%多了，就是20多倍了。嗯，对吧？现在这次的这个叫散户搞机构了，因为就是专门对华尔街这个对做空的这个基金公司，对不对？嗯，因为这次呢就是说呢，开始呢就是说这个基金公司吧搞特斯拉的人比较多，所以呢这些散户呢是在搞特斯拉这个地方呢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利益，然后呢现在呢就是趁兴追击，然后再用这个又再来，可能这是一场运动。我们原来想的话，你发现啊，从今年开始啊，一月份开始很多股票都是，对吧？涨百分之几十，不是几十啊，几百，100%、200%、500%的啊，还有我看到一个股票涨了995%的一天，对吧？那也是不得了的事情。因为现在呢，就是说呢，这是叫做华尔街的野火正在这个燃烧，并且呢，他们现在各个的去。这个散户啊，一个个的去抓，看华尔街在哪地方闯的，他们去搞这个。当然，华尔街你这些大的机构吧，按理说正常情况都是，他是扎得很厉害的。因为今年那个去年啊九月份的时候，你知道吧？然后去年九月份的时候，我做了一次吓死人了。华尔街一做空的时候，开始呢，前两天。每天掉300点就是1%左右。第二天呢第三天呢就掉了1800点。那这两天就掉了，就是三天时间掉了2400点，就是道琼指数。然后呢接着那天晚上再掉1000多点，就是3400点。从3400点以后呢、嗯、那啊那选好的股票可以进来。从那以后啊，那不是选好的股票，整个指数就是就像那个花标一样的，就往上走的。哎，这个所以我跟你讲哈、哦，嗯，所以这种东西就是机会。对，不是机会，是极大的机会，一般人都想不到的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有问题啊，所以这种就是要做功课。像我可以这样讲吧，我对股票我完全没有信心，嗯，我感觉我们斗不过专家。所以我完全对对对我可以我讲个例子给你听哈。嗯。
我原来不是去年2019年，我不是做的还是不错吧？对对。我一个朋友进来以后，正好第一次、两次他赚钱了，嗯，再下去亏了，亏得非常惨，因为那时候石油跌到零，跌到负值嘛。但是，对，他拿10万块，他就拿10万块，多也不要，拿10万块美金出来做，跌到20000多，没几个月都到两，跌到20000多。对。他呢？后来他石油不做了，石油这个 ETF 他不做了。嗯，他干嘛呢？他就是专门做像你讲的，嗯，就是这些什么散户组织起来选股。他在美国，一个月花2000块钱，一年2000块钱，我忘掉了。嗯，有专门的散户机构。就是专门负责散户这种机构在推荐股票，对对，就推荐你讲的这些会涨得非常快。是，他没几个月，我跟你讲，他原来10万跌到2万，他石油 ETF 他不做了，现在10万回来了。嗯，他说找一个股票，有一个股票早卖了，如果不早卖的话，他实是这个8万赚回来，还赚了很多钱了。对对对，但是。我跟你讲这句话，嗯，你我还有很多人，如果在股票混了很长时间的人，敢去做这个吗？对对对对，这都是新手的。哎，我不敢，你敢吗？你最近在涨这么多的股票，你敢去碰吗？那不敢玩，不过呢、啊，我以前做过，我呢在2000年的时候啊。就是2000年不是那个泡沫吧、嗯、这次好像比那个还厉害、嗯、对吧，2000年的泡沫的时候呢，我是一直追到最顶端了、嗯、然后呢就是说后来一掉的时候吧，后来我就再也没去搞，因为像我这种做这种帮人家管的吧，只要如果一掉大家都走掉了，那这个也是一个风险控制的一个比较好的办法，对吧，因为你一涨的时候呢，投资人就来了，因为投资人是根据 performance 来的嘛，所以这个啊，所以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所以你这个哈、哦，就是说7%的利润控制，对，这个我感觉蛮赞同你这个观点的，嗯，不要太贪心，但是如果像你，反正我是不敢做这些股票，像你这种一天赚20-50%，不过呢，我跟你讲啊。我呢在2000几年的时候呢做过一次股票、嗯、那个是做的是、非常差劲那一次我那时候很多钱嘛也着急，有一次股票呢从50块钱掉到5块钱的时候、嗯、我那个时候手上很多钱的嘛，是几百万的、嗯、我就奋不顾身就冲进去了、嗯、对吧，冲进去嘞，那个时候呢，就是说，因为当时的心态也不好，对吧？嗯、也着急，然后呢，那投资客户呢也追到，要看账号，对吧、嗯？一个是市场，一个是客户，那二个呢就是自己的这个情况，然后买了一只股票，那只股票呢从50块掉到5块，嗯，我如果当然了，如果5块我把所有的钱都买进去。嗯，就我买了500万嘛，嗯，那到这个1年以后，大概就是一两年啊，嗯，又从5块涨到50块去了，嗯，那当然、这种情况呢、这个我跟你讲哈，嗯，这个就是有时候机构是没办法，主力他是没办法，对，他没办法，只有往上拉，对，但是。如果你当时他衡量一下子，当时跌到零，他更有跌到5毛钱，他更有利润赚的时候，他可能就给你拉到零，对对对，拉到5毛，对对对，那机构他就把它扎得很厉害，你知道吧？我以前的时候，对，正因为往下拉，他没有利润了，对对对，所以他往上拉，对对对，他们是。这个事情他是要占赢的，不会占输的，你放心。哎，对对对，好像有个问题哦，只有我们两个人在谈，好像不热闹。其他的人他们都不谈，
他们都来听的。有个我们有个朋友呢，就是在学习学习。对，那现在讲话了，我们要这样子讲，我们就我不谈了，就我们俩。因为那次呢，后来呢，从那次他的很丰富的，我看着看你这你的视频经验非常丰富，我们这种人经验不丰富，不行，不能谈。你的经验也是非常丰富的，你也是搞了那么长时间。对吧，我搞的时间长，但经验不丰富，真的，不然我呢就经有一点，我输得那么惨呢？啊？我如果要经验丰富，我石油 ETF 就不会。不，我跟你讲啊，这个就这种你是碰到一个极端的情况，对吧？很多人就是就跟不是你一个人，我就是你打电话给我那一天，对吧？另外一个人，他在华德卢，他是非常低调的一个人，谁也不知道他做什么，但是呢，他赚了好几千、好几百万块钱。他说有700万，嗯，他也不告诉谁，谁也不知道他，但他知道我，他说那天打电话跟我说，因为这个市场这个暴涨暴跌吧，嗯，他就是也是全部就是亏掉了，嗯，这个不单是全部亏掉了，他把银行的钱亏掉了，因为你像讲，比方说你做空最近一段时间做空那个这几个股票的人啊。嗯，你看现在这个投资公司的投行啊，他们都很害怕，你知道吧？嗯，因为怎么呢？不单是你亏啊，他就是斩仓他斩不赢了，嗯，对吧？还没斩得赢的时候，华尔街也这些这个证券公司都套进去，他们也在亏的，嗯。当然了，像我呢，这个呢，就是几十年呢，确实是非常多的经验教训，你知道吗？嗯，经验教训。我刚开始入市的时候呢，我是很顺的。嗯，那就是做基金对吧，嗯，然后呢有一段时间就是抄了一部分的股票，大概十几个账户，那个时候呢，那个刚好是碰到抄股票的时候，好的时间没有几个月，然后就突然就市场就是亚洲金融风暴来了，搞得有开始吧做得不错啊，commission 也很多，但后面来的时候呢，股票市场一天天掉，但是没办法呢，就是，对吧？那天天掉啊，那你没办法，那就得坚持啊，你总是想把它弄回来。那掉了一年多，它掉到基本上就是百分之，就刚才你讲了，就60%-70%-80%没了。我有个股票要从5万块钱掉到5000块钱都不到，还有2000块了。后来就是刚才讲的这个事情啊，就是在2000年的时候，后来市场不是泡沫嘛，就是都是几分钱的股票，变成几毛、几十块的，哎，我就抓到那一个，从那2000块钱呢，赚回来了，全涨到78000块钱，6个月时间。这个你还是 lucky 啊，你还是非常 lucky 的。对呀，我当时那时候反正就这不要了这事情。对，因为当时呢就不是一个账号了，所有的账号都就涨上来了。我再讲给你听哈，嗯，我给你插个嘴，我再讲给你听哈，嗯，这种事情往往有时候你是 lucky， 但有时候往往像你像我2019年我就不 lucky， 2000年我就不 lucky， 为什么我讲给你听？对，石油 ETF 呢，这个 发行的那个三倍数都发行，好像不知道是德意志银行还是哪一家银行发行的。当时广告他说明招股说明书，他是什么时候开始清盘你知道吧？嗯，DWT， 他的公告，他的说明书，他的上市说明是2031年12月清盘，嗯，但是这个应该是在说明书讲的，这个应该是非常正确的，不会错的，这个明文规定的上市的时候已经写的了，嗯，但是这个也是大银行才能发行，小银行发行不了的，对，但这我就是看到他2031年才清盘，所以他跌我不怕，对，但是
到时候跌到底的时候怎么回事呢？发公告清盘，嗯，提前清盘，嗯，你说这些大公司你能相信吗？什么都不能相信，什么都不能相信，那是，嗯，对我们来讲呢，你能把股票跌到几毛钱再往上拉，对，这个你想啊，跌涨到几毛钱这就要拉皮，还有很多是几分钱啊，涨到几十块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我上次碰到一个朋友啊，他呢是放了5000块钱，就是在2000年的时候，嗯，他5000块钱呢涨到20万了，嗯，我说你赶快跑啊，这个事情你不能是，他说我再涨一点我再跑，那么有的20万他就涨到30万我就走了，我说这个人是顶不住的，后来呢他就是把这个20万就全部又退回去了，搞得是没有了。我还认识一个朋友，我的免税账号叫做没什么做的，嗯，在2019年我其实没什么做，我涨到十几万，对，涨到十几万，因为害怕跟税务局讲不清楚，后来我从免税账号不知道画了7-8万或者10万画出来的，嗯，剩余的呢，到DWT 清盘的时候剩下几千块钱、这个没想到吧，对，他这个是这样的，但是呢现在呢我呢就是讲啊，做股票这个事情呢你要顺着这个风啊，这个风发下去就是你能亏的钱你能就是说能亏得起的，但是赚的时候呢，因为现在的赚呢就是你亏假，比方说你投资1万，对不对，对吧，你最多也是亏1万。现在呢很多股票就是杀空啊，一跌的时候呢它一天就是涨几倍。跌几倍啊，对对对，没有跌几倍的，你只有一倍可以跌嘛。你1万块钱是不是丢光了嘛。啊嗯。你能不能叫几倍，现在呢就是说你只要说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个赌博了，对吧，你说圈了就你没有什么用证券公司去分析啊，搞什么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，纯粹就是在你的运气和胆量，对吧，如果你在这个东西呢就是说你要碰到这个股票啊，大家都在搞，是吧，今天又来了人了，现在人越来越多了。今天还是大家是比较有兴趣的吧。现在呢我有事我要出去一下子。哎我要退了。哦没事没事。嗯很高兴今天这个跟大家在一起啊。嗯因为这个现在呢就是呢我估计啊，这个现在这个股市啊有特别的这个现在这个好像这个要停一下。因为这个时间到了，他马上要就是一个时间限，对，他一个时间限制，但是呢又可以重新再来啊，好像要调整的，大盘要调整的感觉。对，现在的大盘呢是绝对是要调整了、嗯、对吧，就是你买那个就是像你做那个三倍指数啊 TQQ 啊、嗯、SQQ 这些东西呢、嗯、就是说至少是涨上来你是绝对可以卖掉的。嗯、现在是那些小的股票呢，就是那些什么垃圾股呢，现在就是看看能够止住多久啊，这就难讲了。正常情况呢，这种迹象显示呢，就是这个市场已经是到顶的一个概念，对吧，但是它会这样子，机构一般如果要是大的那种机构、哦、像投行它一般都会这样，就是它想出的股票它跌，对，但是他有准备一部分股票要拉，对，那他如果说他专门跌没有拉，那不是盘子盘他货也出不掉了，对，他有的呢就是拉一部分，拉一些原来选中的股票，但是出了他想出的股票，所以在指数方面有时候跌有时候看不大清很多，但其实他是在拉一部分出一部分、就是、对对对对对，他们是有期许的，就是有要是有顺序的，他们都，我在刚开始入市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这个大的庄家嘛，他都是有信号的，对对吧，
他们都是联合行动的，你知道吗？对。不过这次呢，就是这些散户开始抱团联合行动，这是有史以来没有过的事情，对吧？对。你因为以前的时候呢，华尔街他们都是统一行动的，你知道吗？嗯、他们都是有信号的，就是说该什么时候走了，该什么时候去了，该什么时候进了，他都是有这种东西的。嗯、但一般的人呢不知道这种信号，因为我刚开始就是在九几年的时候。我看了华尔街的很多书的嘛，各种各样的这个交易的书、嗯、就是他们有些什么信号，对吧？根据什么样的交易来的。当然了，所有的这个股，就是美国股市的交易呢，是根据道琼指数给的信号，对吧？它是这个30家指数它是怎么样去移动的，对吧？至于 SP 呢，这个是大盘，对吧？这个 NASDAQ 呢，就是说他一般都是跟着走的，对吧？但是他跟的没那么紧而已。现在的这个市场呢，到目前这个市场呢，就是说大势已经是，对吧？有见顶的迹象，就是应该是比，就是再冲上去呢，这动力没有了，对吧？现在是很难再找到动力。但是呢，现在这些小股票呢，就是可能是一个垂势挣扎的一个过程嘛，就是所以呢，这些散户抱团呢，就是制造了这样一个大的这个局面。现在呢，就是说不管怎么样，在市场上呢，这个都在讲这个，就是现在不管是主流媒体，这个政治巨官，这个政客，对吧？或者是这个网络。都在讲，其实呢，有一点呢，就是其实我最近也注意到了，就是从去年的三月份开始，特斯拉的股票一直涨，因为特斯拉也是被做空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股票，对吧？嗯、并且呢，你说它从最低的地方，你说一年没什么东西变化，但是呢，它这个股价已经变了20多倍，对吧？现在呢？就是伊隆马斯克就成为了世界首富了。你看那个亚马逊这个叫杰夫潘贝索对吧？他几十年啊辛辛苦苦啊，然后搞的这个像伊隆马斯克，他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超越了。当然了，这个东西呢，在很大程度上呢，其实我发现呢，就是说。这个伊隆马斯克在这个市场上的这个叫意见领袖，或者是说市场领袖，你看到没有？他经常是这个跟华尔街作对的，并且当然了，他也是借了华尔街这个光来的。所以呢，就是说原来呢，我以为是怎么样的机构把伊隆马斯克这个特斯拉搞上去的，现在发现呢，他这个是散户把他们搞上去的，你看到没有？不，特斯拉有机构的，也有机构的。有机构的，对，但肯定是有机构的。但是呢，我听你讲，那是听别人讲的，好像佩洛西买了很多的特斯拉，不知道听你讲，听谁讲的？但是，一般你要按正规的，像那些这个叫退休金啊，或者这些大的机构吧，他都要用 analyst 的，就是像你我们这种有头脑的人去分析的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股票如果涨得这么厉害的时候，它已经是说。敲出正常的想法，敲出正常的这个动机，对吧？所以的话呢，就是说，这个就是一般最专业的人是在讲的，他不敢去追高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佩洛西在拜登胜选的时候，他买了很多特斯拉股票，他清空了很多股票，买了很多特斯拉股票。嗯，我不知道是听你讲的，或者看报道的。是这样子的，嗯，但是其实我在这边我是讲一个我个人的看法啊，嗯，我是我对股票我是非常不兴趣，但是我是就是像那些做股票的人，对，应该怎么回事呢？应该有思想准备，就是说，你把市场上面看的好股把它记住。你讲，你感觉 iPhone， 对，
是值得买的公司，特斯拉是值得买的公司，亚马逊是值得买的公司，你把它记住。对，在最好的时候记住，不要买，不要买。对，等什么时候买？等股灾你再去买。对，它一般来就像这样。好好公司，如果股灾的时候呢，这些好公司肯定要跌的，也是要跌的。对对对对，这就是你讲的这种方法，就是巴菲特的方法。啊，真的就是说，他一直是要关注一个好的股票，对吧？不买，不要去买。市场最坏的时候才去买，对对对。你因为你买了以后，也许你就买在机构的价格底下，对对，永远亏不了。现在这种环境要好起来哈，它涨得比别人快。对，因为好公司，大家感觉好公司嘛。对。但是这种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发生，就非常难讲了。尤其好几年才碰到一次。你像你讲的说，一下头道琼斯跌了1000多，再跌了1000多，两三天再跌了2000-3000点去，那种就你感觉说大盘有希望了，那时候你就可以找有点点希望，或者跌的确实太惨了，你就可以买一点。对，因为大盘跌的时候，它特斯拉包括 Apple 肯定要跌的，不可能不跌的。你跌好几天，好几天，千点下去它不跌嘛，它肯定要跌，所以跌那时候去买，这是肯定有自己好处的。那个鲍，我现在打岔一下，现在还有1分钟了，我们重新再来，因为这个 session 已经结束了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，我们重新再上，好吧？我把这个先停一下啊。行，可以 ，OK。对，现在必须停一下了。嗯，像今天来的人还是比较多。哎，怎么退出啊？哦，离开。哎，我也怎么退出的问题啊？嗯，哎，我这里有了。